对吧？对吧？来看这个，爸爸特别选的天窗，很大哦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随便。你看，哇，很棒吧？妹妹，爸爸跟你讲，你看，你看一下吧，你看这左边、右边各有一个转盘，它右边可以调你右边的温度，左边可以调我的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吹一样的风啊。你现在如果冷，你就可以把右边调热一点。就没有冷啊。